咧，王小龙的这个歌谱内底吼，无难度这两字吼，好像歌对你来讲啊，譬如讲啊，你譬如讲像阮就会啊，会高音它高不上去啊，或者吼，啊，佫声度，我咧转的时阵会转袂好势。我嘛有困扰啊！你什么？你是哪？你哪一？你哪位有困扰哈？没有想的我有困扰。譬如安尼讲，你想要学的歌，譬如你想要学的歌，对你来讲，你感觉有挑战未成功的吗？无对吧？因为你要管你再必须再高，你都能撑，是不是？再低你都能敢。对啊，杠。我跟你讲，小龙，我讲的应该做清楚了吧？撑能撑得高，杠能干得低，是不是？那中间就不用多说了，对啊，所以你的歌声算数一数二了哈。不离不离，那来带起在一起唱将级的还蛮多的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只是说特色多，赶快。不太一样啊。你算上英雄特别的吧？你无讲伊咧唱歌，伊咧抖音有。伊个家己个腔，你有你的腔调。有啊，你看你安尼咧唱敢袂？袂，伊拢是稳扎稳打。你安尼对，伊是大众化的，因为他是唱将型，他是歌唱比赛出来，所以他人家教他的就是只能这样唱，不能太油，不能太炫。啊，对啊，所以的意思，全力都讲形容他是稳扎稳打的唱将级。对，但你说不好听吗？也很好听啊，对嘛，真好听啊。那你讲好，你讲曼君好啊，哈，曼君嘛做老唱的啊。对。但是曼君在唱的啊，起码这个跟你如果无同，对对对，又不一样哦。曼君也有他独特的那个啊，对，伊有特别伊的假音去里迄个哦，他有那个转调的那个音。啊、我就蛮觉得很好听啊，是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多加讲，你讲花花无够唱啊，伊嘛是说是算稳扎稳打型啊。啊，你讲选角嘛，伊起码靠有变化。他现在他真的是我见过进步最多的，进步最多的。他以前也是这样稳稳的唱，但是伊起码会来个小魔术，对对 对, 對，来个小花样。可是这个在歌唱比赛就是不可能。不，对哦，你若要正统的比赛是袂当。伊安尼一个啊，那个炫技靠人哭就靠啊，哥哥姐炫技就靠人哭。所以就是你唱安尼的唱法，你嘛无适合去人个正统的歌唱比赛，因为安尼就是拍唱啊。对，因为评审你感觉讲，伊是看音谱啊，看音准落去比赛。你的即马即句在你的音准内底无？你即马这个尾音拖到多位？你的高度到多位？他们是这样子评，嘿，啊，你是。我主油画不赢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哪里唱不上去，我自己知道，我会收，然后我哪里唱上去，我会反，会这样。啊，不过你安尼好啊，很潇洒，对吗？是不是？人就是要过潇洒。我感觉伊就是咩啊讲，唱歌，人咧讲吼，工作若是你的兴趣，就会孤单，对，是不是？我觉得你唱歌就是你的兴趣啊，对啊，你所以你很乐在其中啊，对啊，啊，我就是工作是我的兴趣嘛。我很痛苦啊！所以我再一跳再跳，接着一直跳，哎，跳跳去哪里？还是要跳回来啊？我得一直跳跳跳跳跳跳，你找不到跳的点。无，因为你这真是爱兴趣嘛，对啊，是不是？那你说这兴趣哦？没有啊，你没什么目标嘞？没有啊，这样我就什么都能学，我他都不精准。我刚刚很闲，我下面就是会当学二姐。我可以要跟你深入了解你无阿多。我无啊。嘿，你也无定时。我无阿多像你。你头啊偏偏，袂安那笃定。对。我就刚刚讲，俺人就是活到老，学到老啊。对。啊，反正我嘛唔免做第一名。对啊，我会当做第二名、第三名。系啊，我就感觉这安尼就会当，安尼就会当。对啊，安尼可以啊。系啊，啊这是无阿多啦，因为我也无开口，就无那个进财啊，无那个钱啊。啊，我一直做不成功的啊。是啊，真的没错哈。来，好，那既然是你的兴趣，那你今天就用力飙你的歌哈，一级棒。是，想要唱什么都可以。只要你可是没有电视，我只能。你安那看，我这台舞台只要转去第一名呀，太好了，超大型的彩屏，好不好？你去找吧，你去，你去找吧，你去。坐下。你去找吧，你去。因为他能赢。
了。一起慢慢慢的低头说，你哈哈也说我哈哈哈过头，闭上一起慢慢慢的 say no， 哔哔哔哔哔，管他谁的老毛干，我最棒的想我听你说声爱爱爱 ，You're sexy girl， you're so lethal， 哔哔哔哔哔，太暖的我。一起蹦蹦，一起蹦，一起蹦蹦，一起蹦，一起蹦蹦，一起蹦。身材一起蹦蹦蹦到了没话说，连你的爸爸也说我哈哈哈过头。对唱一起蹦蹦蹦到 say no， 哔哔哔哔哔，管他谁的老毛干，我最棒，我想我听你说声嗨嗨嗨 ，You're the sexy girl， you're so lazy。一起蹦蹦，一起蹦，一起蹦蹦，一起蹦。